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太郎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们要做的这期主题占卜呢，是关于你和你现在喜欢的人，或者说你暗恋的人也好，你希望去发展一段感情的人之间的这个关系，会往什么样的方向去发展，以及有一些什么需要你去注意的。那今天我们依然为大家准备了四组牌，分别是第一组、第二组、第三组以及第四组。那在每一组上面我都放上了石头，所以你可以去根据你自己的感觉去选择一组跟你最有连接的牌组。那下面